这个我能很自信的说，是我玩过最垃圾的山寨绝地求生的游戏，没有之一。OK， 没有之一。我可能是我人生中玩过最糟糕的电子游戏，没有之一，真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，我是 CC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游戏视频，然后今天我们要玩绝地求生的山寨版，所以我在我们最喜爱的4399小游戏网站上面找到了这款游戏，叫做《荒岛枪训》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是多么的糟糕，或者它可能比绝地求生好玩，你知道吗？也许其实不太可能啊。所以如我们所见，这是个 Unity 游戏，然后好像是人机的，简单的对手、中等的对手和困难对手，那么这应该是人机的。详细操作我觉得我们不需。等一下，这下面是这个是 PUBG 的图片吗？应该不是，应该是，不过看上去十分像。困难的对手，然后第一人称模式，极限画质，开始游戏50个人。当然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游戏会糟糕到什么地步。你怎么能说这个游戏垃圾啊？一个小游戏做到这个已经很不错了。那我上次看到很多这个评论都是首先人物角色就做得十分好，当然对对，肯定的。我说你这中间一个缝是，我要举报这个游戏，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。为什么偏要放一个萝莉角色或者一个什么小女生角色，然后偏要放个裙子，然后他偏要飞起来？不管怎么说，让我们这个门很奇怪啊，它是这么开的。喂，很明显，这个游戏的极限画质的意思就是光影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光影我也看不懂，因为里面是完全漆黑的，就和你在我的世界里面开了光影一样。我已经好久没有玩吃鸡了，不管是真正的吃鸡还是假，哇，我真的什么都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是在 MC 生存模式开着光影挖矿吗？这边的话感觉非常危险，不是吧？我吃鸡玩得很垃圾 ，OK。所以如果你看到我的技术想把你的 X 给拽下来，那么我能理解，我这个人不怎么玩吃鸡。哎，你好。这个是这个游戏的枪感问题 ，OK， 枪感问题，这个灵敏度我还没设置。哇，为什么我的电脑1080 Ti 会卡？哎，为什么我的电脑1080 Ti 我会输啊？我们先选择一下简单对手。我现在很好奇，我们第二次玩的话，他角色会不会改变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很明显，这游戏里面所有人物都是萝莉。游戏制作人员，我想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为什么你们要选择这个人物。行了，上一次我们输了，这一次我们必须得赢。我们能先欣赏一下这个游戏的光影吗？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桌子吗？看上去就和一个 A4 纸一样。一级少女粉背包。游戏制作人员是很喜欢萝莉吗？还是什么？嗨，嗨，我没枪，我没有枪，我先跑了，再见，拜拜您嘞。哇，为什么大家都长得一模一样？这很明显都是人机，对吧？所以如果我输给机器人，那就很丢人。押韵，吴亦凡。OK， 这里有很多人，他们没有武器。你好，萝莉一号。哇，我竟然杀死人了！哇，我竟然又杀死人了！我口水都喷出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带！哇，我再不带！他为什么朝我这里跑啊？那里还有两个。这游戏太难压枪了，我的天哪！等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好，你好，你也是。不是，我选的是简单模式吗？哦，好像是简单模式啊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。等，你别跑呀！萝莉二号，萝莉二号，回来，萝莉二号，萝莉二号。我很好奇，这些机器人的运动都是在我的计算机上。啊、首先，我想给这个游戏。目前来讲，我想给这个游戏10分里面10分，需要更多萝莉。为什么他们穿着高跟鞋？这你要战斗的话，你为什么？我以为我玩的游戏叫做《荒岛特训》，而不是《萝莉养成计划》。我的天哪！我感觉这个游戏制作人员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就在想，哎，不就是抄袭《绝地求生》吗？我反正已经没兴趣了，我想让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更有意思一些。我知道了，把所有人物换成萝莉吧。哇，这个 AK47， 为什么这么诡异啊？大家看哦，射一枪是，你枪是这么摆的，
我没有动，他鼠标自动动的。请问这个枪要怎么压？卢本伟给他压，他都不能压，难受啊！马飞，这些人物的名字也很酷。这个世界太乱死了，他只有一个绷带吗？你怎么这么菜呀、啊？我听到声音了啊！我只是个小孩，我听到声音了，他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今天表演个29杀，难受啊！马飞，马飞，这游戏人太多了吧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呢？机器人都不杀人的吗？都等给我杀的吗？我知道我一直在喷这个游戏，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这个游戏让我真的能杀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玩吃鸡就我的血在哪里？看，我到现在不知道，我有血吗？哎，我的血在哪里？我没有 HP 值了吗？我们能看一下地图，我们在圈里面，但我觉得这地图小到这个圈什么的不怎么重要。其实我真的想说一下，这个游戏的光影真是我一点都看不懂。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云还是在看天？还是这是雾？我不明白，你知道吗？我那里有人吗？没有，好像已经没有人了。我觉得所有人都被我杀光了。我们能再研究一下这个 AK47 的压枪吗？我很好奇。然后先让我捡一下子弹，看好了，如果我连射的话。我让你们自己产生自己的这个判断 ，OK？ 这就过分了，这个光是什么意思？天堂吗？前面是上帝就在前面等着我们，可能是这个意思啊。不对，前面是毒圈，那为什么往前跑？我按 F11 全屏了，所以很明显人在右上角。但是这个全屏之后，我就看不到存活有多少人，我看不到还剩下多少个人啊、没关系，我们盲打，反正这个人机我们拿不了第一，那我还做什么游戏主播？我也不是游戏主播，其实。哎，我听到枪声了。我觉着在这个屋子，哎，你好。啊！比利，是个好人物。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喵咕嘟，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血，但我需要，我在补弹。他是怎么没有射到我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怎么这个是简单模式吗？还是作弊模式啊？太牛逼了吧！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血，但我需要补血。饮料，正在喝饮料。哈哈，哈哈，这个笑话真好笑。哈哈，哎呦，毒圈，我们得往中间跑。OK， 这个毒圈看上去做的十分好，好看，好看，很好看，十分好看。你看它是不动的，它是个。这个游戏是个小游戏，你在喷它干什么？小游戏做到现在 ，OK， 我知道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我知道了，对吧？我就只能评论，是吧？我要不评论，我做什么？你只会喷这个游戏，你会这完全玩垃圾，哈哈！我这快弹夹能干嘛？我可以放哪里？哪里都放不了，很明显，我，哎，你不说一声的，哎，你也不说一声的，人呢？我觉得机器人会先看到我，因为他们有穿墙功能。很简单，我一点都不自豪，其实。所以这叫什么？萝莉大逃生 ？OK， 这个叫做荒岛枪训。荒岛枪训是的，很符合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玩下个游戏《XZ绝地求生》。OK， 我想说这个游戏比上一个游戏更糟糕，但是我想有一点希望，我希望它不是最糟糕。What？ 我刚没有按任何东西。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？ What is this？ 这是啥？这是 I have so many questions. OK， 首先第一，这个手是谁的手？第二，为什么我点一下左键它永远卡在这个位置？第三，那个是太阳吗？这个光晕是从哪里来的？太阳在哪里？那个是太阳吗？还有第四，为什么周围一个房子都没有？第五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地图啊？
这是什么地图啊？OK， 不能以貌取人。上面是什么东西？一个游戏怎么能在十秒钟能让我有这么多问题？我觉得我们找到了一个十分好的游戏。OK， 这些绿色点是树，不是房子。房子在这地图上面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栋，前面是个人吗？我要怎么看自己？我能看自己吗？不可以。按 Tab 和按 M 都是看地图，那我怎么看物品栏？为什么前面那个人站着不动？按 ESC 打开背包，按了 ESC 你看不到任何游戏界面，你不能瞄准，按右键没有用，这个人是不动的。这个游戏太牛逼了吧！他啊！我的天哪，他是动的！Oh shit！ 后面还有一个人。为什么我跳的这么高？这个是月亮吗？为什么你有两把一样的枪？为什么我捡了装备，他不会直接按 ESC 还不能退出窗口？这都是什么东西呀？我以为 CF 已经够糟，这是什么？我变蓝了，喂，你圈在这么远，我怎么跑过去？哎，你这个，你在想什么？我要死了吗？我在疯狂捡血。你要往圈里面自己杀我干嘛？我不扣血了吗？哎，我为什么不扣血了？我也没在圈里面，我是不是杀了一个人我就暂时免疫？什么东西？我们要跑到那边要十年吧？那两个人在互相射吗？哎，为什么机器人不打机器人？为什么这个太糟糕了？这个游戏太糟糕了！What？ 哎，刚刚怎么了？我怎么突然死了？嘣一声我就没了。哎，咋回事啊？观众朋友们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游戏叫什么 ？XZ 绝地求生，里面就已经有绝地求生这四个字了。和绝地求生一点都不一样。OK， 和绝地求生这一点都不一样。这个我能很自信的说，是我玩过最垃圾的山寨绝地求生的游戏，没有之一。OK， 没有之一。我可能是我人生中玩过最糟糕的电子游戏，没有之一。真的，哇，太牛逼了！哇，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，你应该自己去体验一下这个游戏。OK， 四三九有没有付我钱？我也不觉得你也会觉得他们付了我钱，但是你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。我的天哪！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我觉得就应该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别忘点击个顶；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别忘点个踩，留下个评论说你怎么一直在喷小游戏，你不能喷小游戏。然后下一次我们将在一个十分牛逼的地方玩绝地求生，这里是一些小片段。如果你期待的话，别忘点击订阅按钮，然后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